疆圖嘅媽咪，係啊，係女朋友，我最重要嘅女人。媽咪重要啲，佢係姜圖重要啲，大家咁錫姜圖，我壓力好大嘅，好驚嘅。係咯，係咪因為佢出山咧？嚇？係咪真係因為佢一個主要原因？係啊。好耐冇喺網上。係啊，其實因為導演同埋因為佢，其實因為同導演我哋係同學嚟嘅，咁所以同導演咧就佢就揾我，咁啊同我講咗個故仔啦，跟住同我講咗係邊個做啦，咁但係。其實我睇完咧，係曾經諗過唔拍嘅，因為呢一個媽咪咧係比較另類嘅媽咪，咁所以其實咁大家都咁錫姜圖，咁同埋我都好中意佢嘅，咁變咗接一個咁樣另類嘅媽咪咧，其實嘅壓力好大，我好驚我黑人憎啊！其實我最驚嘅就係呢樣嘢，係啊，咁所以。後尾就 struggle 咗好耐啦，咁啊導演又同我傾啦，咁最後就決定咗都係拍咯，係啊。拍咗之後有冇更加中意佢？係咯。佢好乖啊，同埋因為佢同我講國語啊，令到我好開心啊。咁我第一日見佢啦，咁佢都同我講國語，跟住佢同我講佢係台灣人，佢真係信咗。跟住我信佢。因為佢台灣國語咁講，佢國語講得好好啊！咁所以我真係信噶，我嚇都係台灣人嚟咁啦，哇好開心啊！我喺呢度撞到同鄉，咁後屘先知佢呃我嘅。係啊，你又驚唔驚啊？你哋有啲有成攬攬地。我覺得驚啦，你驚㗎？有媽咪嘅加持可能會好啲。因為第一第支麥。係。咁我覺得我覺得劇情需要啦，嗰度就我就自己覺得都大家睇落去可能會代入咗角色，都會想有呢一個情節出現咯，係啊。但係Yoyo好好噶，我覺得係啊。好好諗啊，咁啊。好好諗，好冇肉啊！嗰一下都好快，所以都唔係好記得。緊張。係咯。唔使緊張，係啦，少少緊張其實。係。第一次拍劇咁我哋，係啊係，仲要對住四位真係咁紅嘅偶像，我諗係本身第一次拍劇已經好緊張啦，所以不論係咩所有嘅對手我都超級緊張，不論係有一場我記得係同媽媽嘅戲啦，我都超級緊張。其實嗰一日我之前係冇講過嘅，我係拍完嗰一套嗰一集咧，我係成個腦咧。是發麻了，就是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去到演完之後呢都是 keep 住麻了。即是你感受到他感情咯，是很好咯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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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意見有啲波動咯，意見不合，咁有啲情緒上嘅波動咁樣，好啊，唔該曬 ，thank you， 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